我们的炮兵呢？九兵团的迫击炮，在极寒天气下，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。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。天亮还有飞机呢。是啊，电告宋时轮，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，要集中兵力，攻其薄弱。是。 战况呢？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。好，六滩里伏击，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，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。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，有了用武之地。是开了个好头啊！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，拼到了生力极限。 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师，谈何容易啊！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，再强行突围。发电报提醒彭老总，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里是重中之重。下碣隅里机场。对，要不惜一切代价。 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，这是全局的生死扣。失去了机场，陆战一师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，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。是。 进入战斗位置，连长，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，能打坦克的重机枪。小队员，连长。 干得漂亮，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，给你鞠躬。连长，说叫我大名的。小的班，打完这一仗，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。谢连长。慢点吃啊。咱们步话机坏了，野区团部抱歉。302排占领幺零七零高丽。 指挥员杨根思，请团长放心，人在，阵地在。是，连长同志。哎，等会儿，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。是，走。快，快。
同志们，加紧收工事，准备迎击敌人反攻。是。报告。嗯，彭总，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迂里多处阵地，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，阵地又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。几乎？目前还有一处阵地。 1071高地还在我们手上。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，非常重要。电告宋时轮，一定要给我守住了。是。 Just a small highland. Why can't we take it? That's where we break through. 2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-stop assaults.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.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. This time,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. Take it. If they fail again, then I will do it myself. Sure. 大军，大军，大军。